人体龙舟抢辣妹，啊，酸！哎，搂歪了，偏回来，偏回来！养眼的比基尼妹为炎热雨林消了不少暑气哦，不过她们可是身负重任，当人体龙舟标的啦。为抢攻端午连假商机，剑湖山游乐世界则特别安排人体龙舟抢妹竞赛，吸引游客目光。人体龙舟由三人一组，脚接肩滑向远处的比基尼辣妹，冰奶组先把坐在泳圈上的辣妹送回岸边，谁就赌到胜利。跟传统龙舟是不是有那么一点雷同呢？比赛开始后，乔两艘人体龙舟用手使出吃奶力气滑呀滑，在辣妹面前不可以漏气啊！上岸后，每个人是叫痛连天。撕裂感，哇！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？有，就是要有那个律动啊。感觉蛮酸的。重龙舟比较累，因为全身都要出力。重业是什么用意的？就是端午节，到6月22号的每个周末，然后第二个人都一百块。人物新闻，好好笑的比赛报道。